比赛马上要开始了。
全世界都知道，你是个王八蛋。送你去学医，不是让你去挂科的，啊？总共十科，你挂了多少科？我说呢，原来你天天在这玩游戏呢，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走开！干嘛？哎呦呦，姑娘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认你，认错人。您怎么来了？沈月。
Thank you.
月姐，月姐，我请你帮我放下来行吗？我请你了，请你了。
去呢。在研究这个武器呢。什么撵啊！我跟你说，石元刚可厉害了，刚来几个人，他几下就把人打成盒子了。这次我们赢定了。不见得吧，水月虽然位列第二，但已经低杀了。
不可能。张英军团队采取的是三保一战术。你再看沈月团队，沈月团队已经因为内部矛盾独自脱队了。不见得吧，说不定是为了迷惑敌人的战术。看来冰火战圈已经启动了。那你观众解释一下冰圈什么意思啊？冰圈就是在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，逐渐缩小安全范围，因此选手们必须第一时间向安全区进发。那不去呢？不去在圈外的，然后选手就会一直的掉血，直至死亡。那不见得，我可以一直吃药补给啊。没完了是吧？不来聊了，你再聊聊啊。走吧。好，让我们切回到比赛的画面。去了吗？是他把咱抛弃了。走，咱去哪儿啊？去 F 城。啊？啊？什么啊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，江南。你听我跟你分析啊。首先呢，这个 S 城资源丰富，资源一丰富吧，人就多，所以。所以什么？所以听我的，必须去，开车。好吧，那咱们坐小路迂回过去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我冲过去。那万一这路没有问题，走。好嘞，乘客你好，请您坐入扶好。进房之下，站在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行了，急着往一块干，不是超速了，超速。我让你加速，听见没有？我已经加速了呀。再加速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分头行动，找装备。不行啊，不同意啊 ！S 城里面敌人众多，如果咱们分头走，一定会有危险的。咱们还是一起走吧，相互有个照应。对啊对啊，我这里还有好几颗雷呢，万一遇到敌人，我可以炸他们。炸个屁你炸！分头行动，解散。我说解散。我听到了呀，难道走啊，解散啊？我就想从这屋开始搜。Thank you.
说不能分散吧？你还不信？缺一把98K，98K 在哪？你这嘴是不是开过光了？要是再有个八该进就完了。很明显，我是在布置陷阱。你们跟王莽里面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，美女，咱们有缘再见。
到。哎呀，好巧啊，这不沈月那俩队友吗？是啊，你俩别唠了，下回你俩上幼儿啊，打我累不上，打我太疼了，赶紧扶我一把。沈月搁哪儿呢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背叛，你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哎呀，好，那你告诉我沈月在哪儿呢？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一个大嘴巴子，我踢死你！你们一个队的，你不知道他干啥去了？在这给我扯一个扔的，你当我们傻子呢？哎，这位玩家，你觉得和一个女孩子这样说话合适吗？啊，别激动，坐下，别激动啊！就给你捋一捋啊。我们刚才呢，确实是和沈月一个队的，月姐呢也确实和我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们队里呀，有一只猪，它拿出一个手雷，嘣的一下把大家都给炸了。月姐一生气就跑了，要你你气不气？你走不走啊？肯定走啊。对呀、啊。往哪儿走？你骗谁呢？你那猪队友呢？我今天看看到底有多猪。给你们拿两件呢。这么多好朋友，看来你们拿少了，我再拿几件。看出来了，你是开车的，汽车饼是吧？你冲锋的吧，杀手啊！你啊，开超市的，严肃的，你可真是个猪啊！只有几面之缘，但你们就想从我这里打听到任何消息，哪怕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做出卖队友的事情。Thank you.
谁让你扔的雷啊？谁让你扔的雷啊？让你扔的雷啊？谁让我扔的雷啊？谁呀？玉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帮你站跑了。来，喝个饮料，消消气吧。第二阶段的竞赛已经接近尾声，即将迎来第三阶段的竞赛。开始了，等什么呢？先让我看一下金山榜上的最新胜出名单了吗？还用找你说？现在幸存者只剩下了40名，而且呀、沈月凭借自己超强实力，3连杀已经追平了张英俊。哎呀，那纯粹是侥幸。沈月呀，还戏耍了张英俊。张云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报仇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不仇能有什么方式？碰着就干呗。你这是要跟我算脸的？那我们赶紧进入第三阶段的竞赛。你陪我聊一聊。不聊，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叫你开车。我的职业是开车。林队你好，名字我好，系好安全带，下车代驾也要先为您服务。只能本人参加，所以我硬着头皮就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欺骗了你们。我爸爸做生意赔了钱，家里的房子已经拿出去抵押了。如果这些钱还还不上的话，跟着我爸就要去坐牢了，我就要失去我父亲了。这是要干嘛呀？我要给你来一个速成训练，过来。这个是你的血量，这个是你的体能。
是不是啊？就是高手，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了。沈月竟然临兵不惧，彷徨不安的在比赛中激起了变化。我现在比赛呢，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行吗？是谁打来的电话？是她的老公吗？是她的丈夫？还是她的另一半？你这说的不都是一个人吗？但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再次进入游戏需要三分钟的再入时间。三分钟啊！发生什么事谁知道呢？哪怕是短短的一秒钟，现在这种情况都会让她的命运发生巨大的转折。就把她的命运交还给他的队友、他的朋友、他的合作伙伴吧，让我们再次进入比赛吧。师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沈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Stop.
凉啊。刚才咱们差点就凉了。是啊，我刚才都吓死了。大夏，啊，你刚干嘛呢？我让你追他，为什么不追他？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不是佳楠，你怎么了？那前面是垫圈呀，要是往上追，咱们就都死了呀。对啊，对啊，爸爸说的对啊。没关系，喝个饮料。喝什么饮料？你除了喝饮料还要干嘛？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扔的。你家需不需要钱，跟我有屁关系。王佳楠。过分了，我过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咱俩谁过分？你刚干嘛去了？上厕所了？掉线了？你就是怕了，怂了，活该做你的千年老二。你们看我干嘛？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在一块三年，整整三年，他爱吃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，他爱玩什么游戏我就陪他玩什么游戏，他却背着我脚踏两只船。他在游戏里认识一个女孩，就跟那女孩在一起了。他骗我说出差，结果找那女孩睡觉去了。我就还像个傻子一样的爱着他，你们懂吗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来这个游戏就是为了找他。因为现实中他躲着我，我就想在游戏里当面问问他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从现在这刻开始，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去赢你们的千万吧。
你太多女人，跟你在一起我不快，一点都不快，所以以后都不要再缠着我，听懂吗？其实我也挺对不住大家的，我刚刚掉线是接我妈电话去了。我妈她这个人从来不管我想要什么喜欢什么，自顾自地安排好了我的人生。我来参加这个比赛不为奖金，我就是要拿到冠军证明我自己。我跟你们都不一样，我就是冲钱来的。你们说我多倒霉，当个代驾还把人家车给蹭了，大哥大姐都跟我要钱，一张口就是90万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呀？所以我只能来参加比赛，而且必须得赢。接一段广告，缓解一下，请看大屏幕。不说我每日